之际取代民族实战武学，真正用于临阵杀敌的中国武功精华却不能展示其绝世风采。因此本部以民族大业为己任，隆重推出中国原传武学函授教程及教学录像带，通过教材与录像的紧密配合，使学员获得最佳函授效果，从而保障学员真正步入中华武学的神圣殿堂。这盘教学录像带首次披露了原传武学的核心内容，请获此资料者珍藏之。正面浑圆桩，双脚平行分开，与肩等宽，臀部向后下方微坐，与双膝前顶形成二正立，大腿内裹，小腹下掖，腰背正直后靠，使整个背部肌纤维处于拉伸膨胀状态，双肘横撑，小臂及手掌向前方合抱，与颈椎上拔后靠形成二正立，胸腹部肌肉要松软，自然腹式呼吸。本桩法至关重要，无坚不摧的整体劲力皆由此桩而得。认真训练2至3月，即可获得强劲笃实的六面整体浑圆力。桩由正面桩向右侧转45度，前足随之转动，前膝前顶与后胯后坐形成正立，重心前三后七，大腿内裹，后胯上提，上身正直，双臂环抱，前高后低，食指张开，虎口撑圆。其他要领与浑圆桩相同，其他禁忌。许多技击桩法均由本桩演化而出，如大天心桩、撑托桩、托音桩。桩三起式、
小天心装。子午装。虎装。降龙装。装，这些装法无需逐个抄袭，学员可根据自身喜好取舍。勾错势力，此功法在原传武学中最具代表性，主要体认整体劲力在装法与装法之间的变化规律。关键在于无论前推后拉都是身体胀酥，浑身关节胀酥的运动，而绝不是用意念和力量把对方拉回来或推出去。要领掌握后，即可让伙伴做靶子试验。如果伙伴突然飞出，证明这种力量已形成瞬间的爆发；如果伙伴感到胸前疼痛，则证明你用手去够对方是错误的。正确的发力使对方并没感到有太大的力就被发出去，腾空飞出，仅仅是一碰而已。原传武学中最具威力的炮拳及崩拳皆由此事演化而出。炮拳主要攻击目标是面部及心窝，实作时应炸力不断，不管击中与否都要连续轰炸，有直至将对方打死的气势。崩拳是功率型重手拳法，一旦击中战斗即告结束。波浪势力主要体会运动时的整体劲力及磅礴的气势，不仅是背面和双臂竖转，还包括重心和脊柱、肩、胯、膝等各关节都要竖转。使作时以脊柱削切对手重心，万不可只用手去转其肩架。转拳、劈拳及武林绝技鬼手段均由此事演化而出。转拳，实作中周身凝果，力走螺旋，一触即爆发，炸力无断续，一旦得手即有一击必杀之效。劈拳是用途最广、所含劲力最多的一种拳法，是进攻时最有效的技术，常用来打散对手的肩架。
手段，乃武林绝技，历代形意高手多善此技。实作是连环使用，威力之大几乎所向披靡，故有学会鬼手段，天下英雄打一半之说。蛇缠手势力主要锻炼自身的柔化之力，实作时一旦肩架相接，即可令对手尽力走空，双臂被制。栽拳、横拳、削掌、圈锤就由此事演化而出。猜拳是强击型重手拳法，与三角步配合极具威力，实作时往往一拳即可将对手击倒或使之丧失战斗力。圈锤只有攻击上盘目标，一旦得手却有勾魂夺命之功，实作时仿符囫囵乱打，最接近拳法的原始状态，无师自通的打架好手大多以此拳成名。金龟出水势力是保持肩架固定于空间，身体相应做出上下左右高低反侧的松紧运动，使整个身体旋转起来，如一只巨龟在汹涌澎湃的大海中斜坡波浪旋转起伏。此功不仅能极快地提高下肢的动力，更能锻炼出在实战中灵活异常的身手。摩擦步的训练是由静态平衡向动态平衡过渡的最关键的一步功法，一切步法均由此演化而出。大式摩擦步，原传武学中所有腿法皆由此演化而出。金鸡腿由裆内发出，专登对手致命之处，稍具功力即可使对手丧失战斗力，切勿轻易使用。穿裆脚专攻对手裆部，对付善用腿法者有出其不意的效果，因贵因毒，一般交流切勿使用此技。起拔步是所有步法的基础，经常操练此功，实作时步法极其灵活，续发随意，且松紧虚实，变化自如。
三角步，是贴身战使用的重要步法。练习纯熟后，在实战中能处处主动，更能以闪电般的速度攻击对手。蛇形步本来是形意拳精华步法，被香斋先生融入大乘拳法，是群战时一人迎战多人最好的步法。学员应注意重点掌握三角步及蛇形步，凭此在一般交手中即能立于不败之地。拳宴传拳不传步，传步打师傅，即是针对这两种步法而言。圈步是圆传八卦之重要步法，实战中与消掌配合极具威力，整体发力之下一掌即可结束战斗。发力训练有如下原则，包括三七转换、伸手反衬、膝胯互针、斜面撞压、肌肉胀酥、精神激发等。柔筋大法，大步勾错势力及大步筋龟出水，对增加下肢功力及柔韧性有极强的效果，能从根本上解决下肢与躯干的连通，并能使下肢大筋迅速腾起。
手训练。实作训练。剑舞是大乘全学中极富品位的武学瑰宝，它是王尚斋先生在安徽淮南拜访新义拳巨匠黄木桥先生所得，而剑舞的来源则是黄先生游历敦煌石窟时依据墙壁彩绘中的古典舞姿模拟而出，同时结合新义拳之内功心法加以贯通。
像在先人所传之剑舞，作为武学中特有的运动形式，打破了原传实战拳法的动态结构方式，采用四形的仿生机制和动作特点，要求抄袭时动如山岳横移，静如深闺处女，轻如微风拂面，重视旱地惊雷，缓如春蚕吐丝，即如离弦之间的矛盾错综结合。剑舞以颈椎凝起全身，双脚在运动中利用波浪弧线轨迹克服地心引力，同时拔高身形，保证下肢的起劲速度，骨蓄力时间长，发力时间短，有利于体会自身与大气压的相互呼应，寻求最佳的动态平衡条件。剑舞包括金蛇之舞、波浪之舞、龙形之舞、鹤飘之舞等，表演时任意抄袭诠释，随心所欲，应感而发，常令观者飘然神往，心旷神怡，格斗时则神采奕奕，目光凛凛，飘忽不定，满堂游走，令应者目不暇接，无从下手。向在先生所授之剑舞至今已濒临灭绝，愿我们的原传实战武学训练体系能给广大武友带来佳音，获得更多的武学精髓。大浪淘沙，在历史的长河中，真正的武学精华必将以其卓异的光彩永远汇立在世界民族之林。我们的胸中流淌着中华民族的血液，我们的灵魂镌刻着炎黄子孙的印记，中华民族的武学精华必然由中华儿女来继承发扬。中国原传实战武学训练体系将永远本着这一民族观念，呼唤伟大祖国的热血男儿们早日踏入神圣的武学殿堂。为了心中那片圣地，为了脚下这块土地，让我们携手共进，开拓出中国更辉煌的明天。